榜是守卫骑士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后骑士骑啊，骑士守卫的板子配置四狼，分别为三个小狼一个白狼王，四神分别为预言家、女巫、骑士、守卫，然后四张红猪女牌。然后我说一下，骑士是在白天发言阶段可以翻牌与异玩家决斗，如果决斗的玩家是好人，那么骑士出局游戏继续，如果决斗的玩家是狼人，那么狼人出局直接进入天黑。然后骑士的决斗那个环节，就是在警长说出飞票之前都可以决斗，但一旦警长说出飞票，就到我说警长请飞票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决斗了。即使是翻牌也是就白送了，就直接立刻出局，就因为你发动不了技能。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什么卡在那个什么，就警长总结的时候再安排，知道吧？就是在飞票环节之前再翻牌。不要归到你了，你再翻牌，懂吗？就比如说他归到你了，你再翻牌是不可以的。嗯，可太过分了，91%，你们对不对？可以翻牌。哎，我们都是抽的牌，真的是都是抽的牌。不是还能安排自掏的啦？你真的不是我，不是跟你说了三遍了，我刀的行不行吗？不是啊，如果是我刀的，我都承认了。自信点好吗？自信点，很自信啊。其他玩家这把能不能不明显？啊，很明显是可以吗？发言不好吗？你发言差。不是他明显，不是二号玩家。我觉得、你不打我可能我就勾了，你打我闺蜜我不是他不明显，你是被所有人捧杀的，你知道吗？所有人说你很厉害，第一天警上他们乱吹的，四狼点四神，是个好人就点四狼，他们瞎鸡巴。你在四张牌里说你这个十一十二一二还要加个四里面出一个一定要出一个预言家，我看看怎么怎么，我觉得你怎么就一下子发挥这么失常啊？他们瞎鸡巴吹的，你别信。哇，白狼王，哎，你要你拿去。真的。你好了，你好了。哎，杨，平民好了，保佑了。我要真吃白狼王起来，放你了，然后我们一起下去抽烟吧。我不抽烟了，你找个抽烟的，顶您抽烟。啊，不操你妈！顶您抽烟。上一轮找你上了火了那么久，你也该。对，你他妈查啥？查是这个女巫今天走。我害怕他们第二天还要冥想。第二天不会冥想，第二天那五八万也不能冥想。五八万我们要抽票的，头二。哎呦，不错。除了一和十二外，其余玩家全部上警。游戏时间52分。四号玩家开始发言。先感谢一下弹幕的投石，然后我现在情绪很低落，就我对这张十号牌非常的失望。哎，不是，你队友要知道你都不拦一拦的了，你作为表演嘉宾，你就自己没有一点就自己的想法和尊严的吗？所以我对三号玩家也非常抱歉，就打扰了，对不起。就我当时收了你的戒指，又去穿上了他的 LV 外套，这个行为有点难受，好吗？那情绪有点低落，但没关系，这把好好打。就因为上把每一把我警上都是末位发言，这把终于能拿到先位发言，那我也来点一点，因为我觉得五有可能要跳。不是你这么严肃干嘛，妹妹？就开心一点好吗？是个预言家，就大大方方的爆出你的恋人好吗？我给你找一找你的对手是谁。哎，二，你看我呀，不是你藏什么藏？不是这，俯身吉哥，对不起，打扰了，你放过我好吗？我觉得你的对手可能是那个九，面相不是很善。我觉得辉哥这把不可能是张平民牌，好吗？我听听后置位聊吧，我前置位是张平民牌，过了。五号玩家请发言。就那你这个发言是这样，我别的意思吗？就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你发言我这么严肃吗？因为我觉得依然是你先留警徽流，井下打一张让一，因为我觉得井下一跟十二两张牌，一的面部反馈表情比较差，好吗？井下留一张一，井上的话。
再留一张八吧，因为我这个位置一眼望过去，八一在跟我对视，我感觉有点怪，他看我样子有点怪，好吗？你试试一张长八牌，就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还一直在跟我对话，你试试一张查杀牌。然后我刚最发言，说我这里真的是一张预言家，我不是诈身份啊，而且你是一张前置位我发过言的牌，我没有必要就是给你丢个查上来诈你身份对吗？所以我这里真的是个预言家，我不会退水的，请下验张一，请上验请上验张八。然后为什么验你四？我想的就是左右顺验，因为你们两个已经玩了两把了嘛，刚上来的玩家我不想验。那左右顺验的话，因为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辉哥跟六号牌跟我说，就是入夜我们摸牌之前，他跟我说，我感觉我要抓狼了。那如果你是个预言家，你千万不要验我。对辉哥点了点头，那我就没有验左手边的辉哥，所以我选择验你四号是一张查杀牌。好，请辉流再重复一遍，请上验一，请上验八，好吗？可能会改，请上可能会改，因为我刚注意发言，我只听到我一张查杀牌的发言。那就这么暂定，请辉流吧，过了。你的请辉流，我帮你改一下吧。你先验三，再验八。我觉得三八里面要有查杀，这不是顺口溜，是我通过一些其他的东西判断出来的。我觉得三八里面要有查杀，这个四号玩家四张查杀牌，直接站边这个五，直接站边这个五，不要来打我四张狼牌。五的发言我是听得出的，就我不相信五号玩家他。胆大到敢上台来悍跳，对不对？且发四号一张查杀，你要盘五四张狼牌，也只能盘五四是狼踩狼。就七号玩家，终归听听发言吧。我觉得四号七号玩家这轮面向偏好，不太像第一把摸狼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八号玩家这一轮跟前两轮的那个状态有点不一样，我只说不一样，也总得听听发言。我觉得你先三后八吧，这个警徽流我希望你不要改，要改我井下听完发言我再帮你改。我是一张站边你的好人牌，我觉得这个九四号玩家是你的查杀，他直接打九号面相不好，那九号玩家你就可以先排一排。我觉得九号玩家应该不是，狼队安排来跟你对跳的一张牌，但凡是对跳，那这个四号玩家在前置位就打这个九干嘛，对不对？那四九是两狼的话，他应该去支撑这个九的，他四号玩家是不会在没有听到任何发言就选择倒钩的一张牌，就是四号玩家打九号玩家面相不好，九号就直接排了。就九号我认得下是井上一张好人牌，那你的验人应该是在我觉得是三八，我听完就发言井下再改过了。上井呢本来是想跟井下道个歉的，上一把拿了个枪把井下给狂推了，不是井下今天晚上夜宵啊，不是这个王宝宝呀，我早上九点钟爬起来去机场接他，中午请他吃饭，他这样子骗我，这一轮我就一直看着他的面相，不是我真的觉得你抓狼啊，太过分了，这个夜宵是肯定没有了，是吧？这个你看这个夜宵，反正不想跟你吃了，过分了，好吧？这个游戏本来秉承的不拿预言家就不上井的原则，但是上一把真的顶上拿了个枪把井哥扛出来，有点抱歉。当然上一场事情，聊会场内温润五的发言，如果底牌是一个预言家的话，我觉得六可能是一个好人，对吧？我不管五是不是预言家，我觉得六听起来都像一个好人。最起码反正我觉得六构不成我的狼同伴，其实我更愿意五去听一下九的发言，因为你验了四是个查杀，四告诉你九是你的对手，那九有没有可能是四狼同伴的？因为这个游戏上一把我冥想过多，这把我先决定不冥想，我决定听一下后期预言家的发言，好吧？上来我就想弄这个十呀，这个十真的是过分了，对吧？我对你一往情深，不是我妹妹起跳给你发了个查杀，我偶像李锦吃了个查杀，我就跳拿个枪帮你冲了，你把我骗成这样，还要任狼发言，过分了，好吧？底牌是个好人，这把不会放过你的。不是，没有女巫出来报这个十饮水，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十干掉了。这个人还能不是个手刀呀？过了过了。我发言，你看，上女就是好，对吧？你这段发言总共是个好人了。我觉得这个六还可以，虽然改了五的警徽流，但在我没发言之前，警徽流愿意先摸这个十二。对吧？你是六号玩家，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但你不要去篡改一张预言家牌的警徽流，对吧？那你警徽流先去摸这个十二，我四总会你出局的呀，因为你是在五没发言之前，你自己说这个五是个预言家的，那五我是你是好人，那五就是个预言家，对吧？那五帮你查你就出局，其实五是个好人，你就是查渣，综上所述，你是个狼。那我认为四是个狼，那两号玩家可以放，因为四在那个位置去点了这个二，看到二。好像是认识的，说然后不敢动这个二，不敢动这个二，那有可能二是个好人，对吗？我是当好人牌，那九号玩家你可能进坑了，对吧？因为我认五是个预言家，六虽然六这个位置说三八要开了，
对吧？但我觉得三六的发言还可以，七的发言总共是个好人的，我把你约下来了，妈。那九号烟，你去找这个十批一批吧，我觉得九是要开狼的。那其实我打开面具以后，看到十一、十二都在那里笑，就这个十一，因为十一、十二都在那里笑，我觉得还可以吧，对吧？保一保，好吧，让平板就选保人的。那后置位总归还有一张狼牌要去起跳，记住这是一个有骑士的板子，对吧？我建议骑士快一点，请问让白龙王爆把烟给爆掉，我是个平民，反正过了。我又不认识你，你叫我跟十号P这个小品，上盘你们对十号的印象不好，是我对十号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十号玩家是个很可爱的玩家，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呢？那我肯定也不认识这个十号牌，四号牌说要跟你五号求婚的是我九号，我不认识你，你验我，我是个名呀，我是一个逻辑玩家，所以那其实我觉得五号警会留第一张留这个一号肯定是没有毛病的，那就算三八里面要出狼那也是三八的事，那总归你们先听了三八的发言再说嘛，那警下一号跟十二号我觉得没事狼上警那么无聊吧，一号跟十二号是要砍狼，你去里面验一张验一杂鱼就完了，那前面四号是一张查杀牌，六号是要站边五号的，七号要站边五号的，八号要站边五号的，那我九号也要站边五号的，那我想听你们十号、十一号、二号、三号中还有没有人要站边这个五号，还是要出看？但是四号牌总归跳不了了，那你们肯定要跳起来补跳，我觉得我想听二号跳，我觉得二号你这盘挺好的，像个冤家。嗯，过来。十号来请发言。跟蔡老师对两句话，首先我没有骗你，我说我是个平民，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其次我很庆幸啊，这把拿骑士，要不然你又要撞我一辆鸟飞了。为什么我比较低沉呢？是因为我没有真的没有想骗你，第二天我就出来自首了，第一天我也没想你投票，那我不能就说你这样做对嘛，对不对？我游戏我又不能说我是个狼，对不对？嗯，别的没什么，不要老是那么关注我，就像不是说不明想，你又没想我是个狼，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两句话，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身份，你知道吗？我就跟你说两句，随便你是什么身份，跟我没有关系。好，那么重点来了，接下来我就要自爆了，自爆。十号玩家自爆。昨晚平安夜，十月黑夜，天黑请闭眼。队长，退学玩家请灭灯。自爆。谁自爆？谁喊的？四号。四号玩家选择自爆。昨晚平安夜，直接进入黑夜。天黑请闭眼。昨晚十一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本局十分警徽啊！游戏时间零六分，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六号发言吗？这样子，我在想这个十号玩家自爆的收益在哪？我的就大胆的保一下井下的一十二，我觉得一十二，应该可能是两张好人牌，因为十号玩家他在那位置不自爆，后置位的狼同伴全部裸完，全部都跳出来，就十号玩家才选在中置位自爆，不然他一张查杀牌，怎么也轮不到他十号自爆，应该是四号自爆的。我想，其实。听一下发言吧，我觉得听完二三的发言，可以在里面审判一张牌了。我觉得二三这两个位置要开狼，就我判断十号玩家在中置位自爆，一定是不想让他后置位的狼同伴裸出来。那也可能是狼队在夜里就安排了二三里面哪个狼同伴就是悍跳，所以说十号在中置位自爆了。我毕竟是一张高位发言的牌，我要听五号玩家爆他这几个人验人过了。其实这个游戏十一号玩家能出局，且上一轮是一个平安夜，那就是两刀砍的十一啊，这十一有什么好被砍两刀啊？听还要听一下二三五的发言，二三是几张没发言的牌吗？六八我觉得都像好人啊，我觉得五是个预言家，我底牌是个好人，底下十是个狼，四是个狼，外卷三白狼，白狼。我听一下后缀一二三和十二的发言吧，我没听过。我发言，我是个好人。不是，白狼王是不是没睡醒？白狼王，这个板子白狼王不先报的。预言家、女巫、猎人啊，守卫、骑士守卫。我九号家，他们说你是 copy， 你顶上去约十偏好，我九号打了这个十，所以你得给我标水。
我是个平民，你是个平民的话，你也给我瓢水；你是个狼，也得给我，老你身上就直接自爆吧，好吗？因为我打这个师，你去保这个师，对吧？你不是海南蛮好的吗？总归不能点四狼四师，你总归一张牌要点错了，对吗？因为十是个狼，那我觉得七可以放，七应该一定可以放，对吧？第一下碰天狼同伴的，我觉得七可以放。三，因为砍了十一是一定吃两刀的，那么守卫牌不能盲手去守这个十一的，对吗？那么所以十一一定是个守卫，对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不可能外局牌去守这个十一的。如果地牌如果是个守卫，我一定会去守这个五，会选择自守的。我是个平民，那我只能十一是个守卫，自守的，自守两天。我是个好人，那只能五是个预言家了，然后有点二三跳不起来。因为你如果盘四五是狼惨狼的话，我觉得那个位置的话没有必要，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四那个位置是如果四五是两个狼的话，四那个位置说五放这边后置位，那五在那个位置就外置位发金水或查他就好了，没必要的。且我觉得五的发言是个预言家才的发言，那五到那个位置爆烟也就好了，对吧？那后置位九你得好好表水的。因为你像我打这个十，你去保这个十，你十还可以，状态还可以，你不用打这个七，七也点了这个十，对吧？那十二好玩家，因为越打开面具以后，我觉得你十一、十二状态都蛮好的。那十一吃刀的，那我觉得十二应该还可以。那一好玩家，因为我前就我第一天就觉得六还可以，那六说底下一、十二都可能是两个好人，因为狼选的自爆，那可能底下甚至没有狼。那三、四、十是两个狼，三好玩家，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划人，因为这个这个面具，我觉得你面相并不是特别好。对吧？且十都选择自爆了，他都愿意舍得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我觉得他一定是有自信，他们狼人可能赢，对吧？但是又尊重你的配置，我觉得不可能都是有平安夜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三有可能是一个好人，那你就把这个二取了。但二，我觉得四第一圈发现跟这个二不认识，那如果你是个好人，你也要取这个一，取这个九，对吧？一四九十，对吧？我是个好人，骑士啊，我觉得因为骑士一定还在场的，因为我觉得因为十一是个守卫死了。那我是个平民，外面还有一个女巫，还有一个骑士。骑士，你觉得谁上匪的话，我觉得总归不可能出现对跳了，对吧？那五还有爆焰人，两轮焰人，对吗？你爆出两轮焰人，有查杀有查杀，没查杀的话，那如果没有对跳的话，那五爆焰人，对吧？先躲查杀，我就这么认为的，好吧？过了，我会打你这个九的，因为九第一天保了这个十，过了。请发言。我两百八。三号玩家白狼王自爆，带走八号玩家，没有一。天黑请闭眼。一句话没说，深推局肯定是只剩一狼在场上狼爆了。那我这边是一个平民，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十一号扛两刀吗？我不知道。六号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身份，七号是把那个把十号聊爆，算是聊爆了，然后八号是被带，那你九号不被带，你一二号你要好好聊，对吧？一二号我认为的最后一狼在一二九里面，我这边是一个那一二没有说话，因为并且是在底下的，我不好去判定，不知道是多狼上级的板子，反正我觉得一二里面二没说话，一九吧，我更偏向于一九，我觉得不。红牌啊，平民，好吧，我上平民牌。因为这个位置你自己想，我那不是四狼预言家牌对吗？那十呢？我一号牌如果是这个十号牌狼队友，那五号牌十号牌的那个位置，你觉得会直接选择自爆吗？因为这张五号牌的第一组队友是我一，那首先我一号牌底牌是张好的。那我听了前置位张十二，我觉得不算太好，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张三号牌没有爆掉张八号牌之前，我觉得张八号牌跟七号牌是两张狼人牌，明白吗？因为有六号牌在这个井上是直接站偏这个五号牌了，对吗？那你七号牌这六位置中，六号牌偏好，八号牌这六位置刚刚他聊了什么东西？八号牌他跟我说，在五号牌上预言家牌，他跟我说两刀对，你七号牌这六位置说两刀对了这样十一，对吧？八号牌认为你是一张守卫牌，对吧？八号牌这六位置跟我说，这样十一号牌跟十一号牌为什么吃两刀？那他认为这样十一号牌有可能是张守卫牌，那我为什么他能保证你这样七？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样八可能是张狼，不管那么多好吧，因为认为八上狼七可能是狼，那八现在是被三爆走的一张好人牌，那我觉得七号牌也偏好，六七两张牌偏好，那我觉得十二号这一张前置位还行的牌，因为我要底牌是张好人牌，是张平民，好吧，那剩下的空位二九啊，对吗？那场上就剩了一张狼人牌，这样十二我不能断定，好吧，因为我。九号牌我觉得井上八号牌是一张好牌，把九号牌弹进确实不是很好，确实不是很好。那这二号牌怎么说？我没有听过他的发言，他是一张井上后注意的牌，你马上听得到二号牌的牌。因为我要不然不想说那么多，因为最后一张狼人牌我总归不能出局嘛，对吧？我总归不能出局，因为这个位置六
为我觉得培养七天啊，就是你这个啊，听下你二聊吧，如果你二聊的好的话，我觉得我会搭配这个十二九里面学嘛，十二九里面学，因为我觉得九和十二二这两个还听着这个啊，如果这二的发言偏好，那就九十二里面学，因为十二的发言我已经听了，我觉得还行，比九前面的发言偏好一些啊，过了。不是啊，你告诉我，你挂票十六能出张九对吗？你跟我讲前面的位置，站七打了站十，站八打了站十，只有站九去保你手站十。你跟我讲九十两蓝，十字爆，四字爆，三字爆，站九是在刚砍出位上的牌。你告诉我三张蓝牌还要去卖一张自然队友了吗？对不对嘛？就我觉得站九是一张唯一能保的牌。你告诉我你前面六七的牌干嘛？站七去点站十。因为我特别是怕站十去拉高站七的面，对吗？站六点的是谁？点的是三八，就我觉得站八有可能是张女巫牌或是一张骑士牌，因为你跟我讲嘛，因为入夜前就是入夜睁眼的时候，站八是唯一一张跟我就是唯一一张就全场敏的人，你告诉我他能是张什么牌？要不就是张白王牌，要不张骑士牌，就在找啊，对不对？我都在找什么啊？是找三也找狼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张八是什么身份，就我目前为止我唯一能保住就张九号牌。你跟我讲，站四的发言，唯一仅上站四前置位第一个发言点了两张牌，是一张二，一张九，对吗？那我保上站九，那你告诉我站二能跟站四共变吗？对不对嘛？站八还是被一张三带走了牌，站八还保了一手站二，对吗？就我唯一能保站九，就你们要去想站狼在干嘛，是有没有可能拉高站七的面，或是站六？因为站六发言前置位，他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是直线的去站边站五去打站四，是一张狼。就是他在那位置不准备捞站四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站六在那位置直线去倒多吗？我觉得不太像，所以我能先摆一手六放一放。那我觉得能做成狼的是一十二七，对吗？因为我在想，如果四六三十四张狼牌，五那位置直线的爆四张查杀，六那位置第一个位置直接起来倒多，我觉得不太像。所以我觉得如果保上九的话，把站六放一放，那我觉得一十二七能出。我要再听上七的牌，因为一十二的牌，我觉得让一的发言一定不过关，他强打了二九出，对吗？你告诉我，四是唯一张，四点的唯一两张牌是二九，你告诉我你要在二九里面出，对吗？后面你还补充一点，如果九发言，二发言好的话，有可能在九十二里面出，那你去打张十二发言牌也不好，对吧？因为十二发言偏滑水，不吃太多信息，所以不知道怎么定义。就我听九没有发过言嘛，对不对？我听六九两个人发言，因为我觉得六九应该是两张好牌，就听六九的建议，好吧，过了。六号也请发言。但凡二号是张狼牌，我只能让他赢了，因为他打的位置，我感觉他是张狼牌，他这，因为他自己现在是张焦点牌，他打的位置不会打得那么分散，他一定会集中火力打锤你们前置位两个位置，对不对？因为你前置位两个位置已经发过言了，他是张狼牌，他一定要锤死你十二跟一，但是他打了后置位这个七。我觉得二玩家的心态拿不起张狼牌，但是他狼牌玩的这么做，我只能让他赢。我就觉得你这个十二从状态上来说，你像张狼牌。其实你刚才你是怎么发言的？你刚才告诉我说，还不知道是不是个多狼上紧的板子。你们井下就你们两个人，你自己四张好人牌，那你就锤死这个一啊！你不锤死这个一，你说是不是多狼吧？至少是三狼上紧，就井下你们两个人，就你自己四张好人牌，就算这个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三狼上紧是不是也是个多狼上紧的板子吧？所以说打你状态你杀相当狼牌，但这个一我在想这个十号自爆，因为这个五流的警徽流是先一后八，我给他强行改掉三先三后八，他可能是怕这个五，这个五我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发抢先发言的，就我怕他可能怕这个五号玩家把警徽流先把这个三验了，但三是白狼王也不存在，这个九如果九我是觉得想保了一张牌，为什么？我警上就认这个九是张好人牌，因为这个四。他这高位打了个九面相不好了，且他告诉我说这个九可能是要跟五跳的一张牌，这个二我觉得二号偏好，一号玩家我真的也盘不到你四张狼牌，那这轮我只能是在一十二里面归了，我听一下后最后的归吧，我觉得二号玩家四张狼我只能让他赢了，够了。七号玩家请发言。不是八号玩家在这里底牌只能是条女巫对吗？因为场上没有毒药，双死呢。不是你底牌是个女巫，你会去读四吗？如果说我一定不会，所以四一定没有吞毒了。论轮次能不出毒的人就只有八，因为被三爆了。我们再讲一下十号玩家自爆的收益，现在应该能看懂了吧？不会用冥想了吧？我觉得十号玩家在那里自爆应该是后置位的匪同伴，只有这个三，因为三是个白狼王，如果要去救四，只能三来救，
三号玩家来就有可能被骑，被骑就不能发动技能，所以十号玩家选择自爆，对吗？那后置位十号玩家除了三以外就没有人能办的这个二才能是个好人，这个是逻辑。要不然那十号玩家干嘛自爆呢？无非是后置位这个三是唯一的白狼王同伴呗。这个五跳的太好了，不想让三骑掉，因为三骑掉大概率要吃骑的，因为他断定骑士牌可能出现在前置位了，因为前置位的牌全部去站边了这个三。不是这个游戏，我认为你二是个好人，我认为八一定八现在已经是被暴走的一个好人，八去把六保了，我就愿意去把六保了，对吗？那么这个游戏其实我起来我是蛮想去打九的，因为我认为你六是个好人，因为你六告诉我上一轮六八都告诉我井下的一十二都不开狼，我认为逻辑上二是一个好人牌，我底牌是好人，那就只剩一个九是个狼人。这轮你们二六又去把九保了。十二和一起身是愿意去打这个七，打我这个七的，不是我在后缀一好像对十二没有什么敌意，不像个狼。听一下九发言吧，好吗？既然你们二六去把九放了，我就选择把九放了吧，因为我底牌一定是个好人，要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个逻辑去帮你这个二。我还是要听九发言的，我反正就剩一个狼头呗，过了。没事啊，啊最后一局了，最后一局狼了。我要你们良心不会痛吗？人家十一号来上来玩了一局，上了个井，一句话没发就被你们连续两刀这样的过时了，你们良心真的不痛吗？我上人其实都不怎么想发言，我只是我知道十一号玩家你在看，你看全场人都没有人关注你，都没有人爱护你，只有我在为你抱不平，你感动吗？你要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说的这一番话，十一号玩家，他，我然后。一跟十二随便投吧，我该说的已经说了，你在下面你也安息吧，我过了。所有玩家发言完毕，下面进行自由投票，慢举手，三二一请投票，一号、二号、六号投票给十二号，十二号投票给一号，七九七票，十二号玩家出局，请留言。不是，我不认为我哪里发言不好，对不对？我在没有听到二号的发言之前。我说了，我先一九里面归，对不对？我保你六号，我觉得六号和七号是好人。如果我是狼的话，我这样发言吗？而且我没有打死一，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四狼上井，有可能是三狼上井，因为井下只有两张牌，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游戏要怎么玩了、啊，对吧？二号的发言，我觉得他，因为在他眼里面，九号是一个，因为你六七都觉得九不好嘛，在他眼里面，其实他如果是狼的话，一定可以拿九来扛推的，是吗？但是二号去保了九，我觉得二号是一个好人。六号呢，我不知道，六号应该也是一个好人的。你们一吧，我觉得最后一个狼应该在一上面，一七，我更倾向于一，我这边是一个平民。杨文丁，下面是一二。刚才想漏了一点，就为什么这个十二玩家自爆嘛，他不是你一三是双狼的话，他为什么井上两大狼自爆嘛，就一定是你一三都是两大狼牌，狼队才选择自爆，让预言家爆不出你一三的验人。我只能是这么想，因为我
院家的验人是先一后八，我给他改成先三后八，不论是一是三，因为他们第我给他无论是院家留的第一轮几个流还是我给他改的第一轮几个流都是狼，所以说狼才选择了在井上双爆去吞掉院家的验人，我是这么认为的。上轮我就盘漏了这一点，我觉得一是个狼，就一十二，我打十二唯一的发言不好就是因为十二号玩家他告诉我什么多狼上井，他自己是他好人牌，他只能去打死这个一，他不去盘什么多狼上井的板子，这人只能出一了，出一是一是最后一狼过了。不是啊，我底牌是个平民，这个游戏场上一定有一个神牌，不是你高这个一是个平民，我认为六不是那就是九啊，这个游戏推错了就输呀，推错了像三个人让砍一刀嘛，总归结束了，我就听九哥过来。九号玩家是发言，决斗一。九号玩家翻牌为骑士牌，决斗一号玩家，一号玩家出局。啊，我这边该刀你了，我操！二九零，那只能是一了。我想一看他为什么选择自爆吧？我给他改的警徽流跟一院家留的警徽流第一轮都是狼，他才会选择吞掉院家的一啊！我不想挂掉，我不想他像十一号让一轮也不发，你们这样子刀人家，这是在玩一局。你们这是在玩一局，你们扔给别人，我还发。对，我刀了。我第一轮。王宝石王子张飞，就是天加天天的四号牌，他如果盘起来，十号玩家自爆出局，夜晚守卫十一号自首，王是刀了十一号，冤家夜晚八号金举牌，白天起来四号玩家自爆，夜里守卫五号，王是刀了十一号，冤家夜晚一号为查哨牌，白天起来三号白号自爆，再走八号女仆牌，夜里刀了五号预言家，白天起来十二号平民行出局，晚上刀了二号一张牌，白天起来骑士牌决斗一号狼牌，一号玩家出局，游戏结束，平民获胜。我三个成功的，对吧？我操！我感觉是你们的骑士马有吗？就让他们开一个小视频，据说。是啊，有骑士马吗？不然他们是不是？我记得说爱生活还是不是很长，有一点有一丢丢长。嗯，是让你们吗？我眼镜的。找个背景，然后让。对，我们在楼下的一个背景。啊，对对对。哎，我的包，哦，在这里。今天还是打得挺开心的。楼下吧，楼下跟一个线上。那不线吗？不线不线。就这边不线，我关了。直播你就说一下就算了。你要李锦说的。好，让李锦说了，说两句。李锦老师，等李锦老师录完那个吧。你今天换什么？李锦老师还是我。哎，我们先砍你，我们这其实守卫守自己，不会守你的，可能守你守不到我。他知道谁是你的。哪个麦是开的？哪个麦开的？是两个那。那个三号的麦开的。都开的，那麦都开的。这麦是开着的是吧？好了，有声音了。我们没事，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好了。我走了，那个我实在身体不舒服，我咳得不行，受不了。谢谢。明天上海，明天上海。拜拜。